在就清明南投乡亲的虔诚恭迎之下，佛祖舍利将于来到南投县，并由馆长李朝卿代表手捧舍利，亲身安坐甲祈福典礼现场。2000多年，热烈的掌声来迎请我们的真身舍利能够安坐在这儿。由佛光山所举办的佛祖精神舍利全国巡境行脚徒步活动，在经过半个月行过半台湾了后，正式来到南投县展开半天的巡境祈福。县府为此也特别在县民广场举办了盛大隆重的祈福仪式，并由县内各宗教团体用精彩表演开场，来表达对着佛祖舍利巡境南投的欢喜和敬意。佛祖巡境全民平安的活动，到今仔日第15天。我看安尼南投这场吼，上个热闹，上个精彩。今仔日呢，也当拢是在台湾上中心的一个县，南投县进入这个所在，所经过的一定是会当平平安安。咱大家欢喜的心啊，来迎接咱的佛陀真身舍利来到咱南投县。大家看。一个到位尔吼，佛光普照，啊，华喜充满，哇，真正是真欢喜吼。前几天拢也是乌阴天，啊，今仔日来个遮就佛光普照。上最人感动的，就是200多位信教僧来到现场，并由新定法师带领现场所有来宾甲民众进行庄严佮隆重的祈福仪式。不管是法师也是民众，大家虔诚念经足多，祈求佛祖舍利法器会当充满伫世界。这个能够净化人心、安定社会，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那么今天佛子舍利的来到南投啊，我们这么多的。这个民众一起来迎接这么多位法师，一起来迎接，巡境，能够让台湾、让南投都能够平安，顺利。我想这个是大家的期待哈。祈福仪式了后，佛祖精神舍利就再度启程，展开南投县的巡境祈福，并在南投市长柯淑华以及县长李朝卿的领衔之下，所有信教僧又搁继续随着佛祖舍利的巡境行程，要为全台湾行出国家富强、社会祥和、人民安乐的道路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